2005年11月13号中午12点，哦，这里是合欢山西峰，哦，那我们从北峰大概八点十分爬到现在，大概历经了3个半小时。你看大家用安尼，我要讲感想的无？好远啊！累毙了。大概上上下北峰过来这里，上上下大概还要经过5个山头，哎。啊，这个是震撼教育。嗯，哦，不过好好玩。这是莅临第二个百岳，第一次，第十一次吧，好好玩的。哦，这是建一，哎，耀威，第几座？第十座。好，啊，我自拍。来，我是第十座百岳，你讲。北峰，我们北峰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好厉害。